今日我会同大家分享 Insta 360X 三新手必须要学识嘅另外12样嘢，而家即刻开始。第一，用手机输出高解像度全景影片，用 Insta 360手机 App 最高可以输出 4K 平面影片。喺相簿打开影片，然后按绘出，跟住下面按全景，你会见到1440×720。唔使惊，因为仲有个掣要按，因为佢预设系分享俾 Insta 360社群，系有解像度限制嘅。你只需要在这里拉，找到 iPhone 相簿的图案按下去，你就会见到 4K 选择。用 YouTube 或者分享给 Facebook 都会见到 4K 的。输出之后完成品就会是 4K 的了。留意用手机是输出不到 5.7K 的，要用电脑才得，但无所谓。因为 YouTube 在22年起取消了 4K 至 8K 之间的解像度选项，就算你 upload 了 5.7K 影片，观众都只可以用 4K 去看的。讲开 YouTube， 我哋都要学埋。第二，用手机上载 4K 全景影片去 YouTube。YouTube 系分享全景影片俾朋友嘅最佳平台。但点解朋友睇片嗰阵都系蒙查查嘅咧？有三个原因。第一，你朋友睇嗰阵冇 set 好。YouTube 通常预设会用低解像度去播放嘅，咁你叫佢咧揿右上角齿轮，跟住拣画质，跟住拣进阶，跟住拣最高数值，譬如 2160S， 之后播放。要俾啲時間佢，佢個畫面慢慢會變靚嘅。嗱，見唔見到樹木啊？清咗好多啦。第二，你上載嗰陣 setting 未校好，用 iOS 嘅上載之前喺 YouTube app 撳右上角自己個樣，揀設定，揀上載項目，上載品質，選擇原始畫質 ，set 好咗先 upload， 你條片就會有 4K 解像度揀噶啦。Android 里面的 YouTube app 就冇呢個選項，但用我呢部 Xperia Pro I 上載嘅畫面都有 4K。如果你部 Android 手机唔得咧，就用电脑 upload 啦。第三 ，YouTube 佢未准备好，全景影片档案同资讯量大 ，YouTube 系需要时间处理嘅，有可能需要几个钟先会处理好 4K 解像度。仲有，佢系大细超嘅，多 followers 嘅 YouTube channel 会优先处理。我哋呢啲细频道可能就要等下啦。用 Insta 360手机 app 输出影片，同用 YouTube 播片都净系做到 4K， 咁影嗰阵系咪都系拣 4K 就算？唔系，片尾会同你讲点解。唔中意用 YouTube 分享，可以用我讲以下呢一个，但讲之前先自我介绍。大家好，我系大男孩 Nick， 专讲360相机嘅，每个礼拜都会响度做360相机评测、教学同埋旅摄分享嘅。有兴趣玩全景拍摄嘅话，考虑下订阅我个频道啊。好，我哋继续。第三，用 Google Photos 分享全景影像。 Google Photos 是360相机用家的好帮手，因为 Google Photos 所以直读360影像，解决 iOS 原生相簿不支援360的问题。 Android 本身就有 Google Photos， 什么都不用搞，但最好用呢其实就是它的分享功能。它可以简单地用 WhatsApp 或者电邮传送360影像的连结给朋友去看，只要他们有装 Google Photos 就可以体验360度全景影像。讲完全景影像处理同分享，不如讲下硬件。第四，提高开拍速度。X3 开机速度唔快，想减少错过拍摄时机嘅话，可以画面上面拉落嚟，揿火箭个 icon， 打开快速拍摄功能。咁你喺关机状态下揿快门掣，相机就会开着同埋直接开始录影。咁佢要按开关掣呢一步，快啲啲，但要留意两点。第一，佢淨係会用普通拍片模式去影，就算你删机之前预先揀好咗其他模式，你按快门掣开始快速录影嗰陣，佢都係会用返普通拍片模式去开始。二，影完停录，它会直接熄埋机，想继续用咧就要自己再揿开机啦。个人认为它比人揀会好啲咯。而家讲下另一个提速的功能。第五，用尽快速切换掣，机面右下角呢一个是快速切换掣，俾你喺全景、内单镜同埋外单镜之间快速切换，相比起用屏幕切换镜头来得快。但如果你同我一样好像用单镜头模式的话，这个掣你几乎不会用到的，所以最好学会改变它的用途。画面上面拉下来，按齿轮图案进入系统设定，拉到率最低，自定义按键，之后揀拍照录影，这个掣就立刻会变成另一个快门掣。
當你望唔到個機面，只要撳到上面任何一個掣，佢就會開始錄影，唔怕揾唔到個快門。啱啱講咗兩個提速嘅小貼士，但有啲相機操作係要慢慢嚟嘅。第六，建立保護鏡頭嘅習慣，佢兩個鏡頭咁突出，心急人用好容易會整花。以下呢幾招可能會幫到你：一、相機永遠連住支自拍棍，咁樣揸相機唔好揸，好容易會跣手。手持自拍棍就穩定好多，防止跌機。二、任何不拍嘢嘅时候都将相机放入套里面，去玩嗰阵唔好就咁揸住部相机周围走，基本上实撞到嘢整花嘅。三、时刻保持保护套干净，最紧要检查有冇沙粒匿埋样里面，如果唔系。四、影运动嗰阵黐翻块镜头保护镜，虽然喺特定情况会造成内反光、起雾、减画质。但我哋有選擇咩？除咗保護鏡頭，我哋仲需要保護。第七，防止相機入水。運動相機嘅防水功能通常淨係靠呢啲防水膠邊嘅啫。雖然我用 Insta360 相機落水經驗 so far 都 OK， 但我今日唔入水唔代表我第日唔會入水。除咗用潛水殼，仲有啲嘢可以做咗減少入水嘅機會嘅。落水前先用氣泵吹走膠邊上面嘅沙塵同埋毛髮，有需要嘅話撕啲膠紙，黐走上面頑固嘅沙塵。充電活門和電池周圍都要做。二、關閉活門嗰陣要檢查橙色提示，要完全消除。X3 的充電活門很容易閂唔冚，記得看清楚。三、每次落完水用清水沖洗和浸洗五分鐘，都會減少相機入水的機會嘅。啱啱講到充電活門，第八，拆除充電活門保護蓋。X3 有些配件安裝前要拆除充電活門嘅，所以你就要學識拆咗佢，打開活門。将它和机身成 T 字形，用手指按住向外掹，搞定。细心看看活门的设计，你就知道应该要怎样掹的了。要装回它倒转来做就可以了。它掹得下来，即是代表有可能会不见。记住它是没有单独发售的，不见了就配不回的了，所以要好好保存它。上一集教了大家 reframe 影片，今集教你第九，制作你第一个 shotlab 特效。 Insta360 的王牌功能是一堆简单易用罐头式的360特效给你玩，通常就这样拍一段或者多段影片，之后套用特效就搞定，完全不需要懂剪片。我建议第一次玩就去玩奔跑小行星 Road Planet， 因为它得意容易拍，手机又玩。用普通拍片模式 5.7K 每秒30格，相机放在地下贴近地面开始录影，离开相机揽两三大步，围住相机行一个圈，在 Insta360 手机 App 里面按剪辑，之后找到奔跑小行星，按入去，按下面黄色使用范本，之后选啱你要用的条片，按选择完毕， AI 就会开始做嘢。搞定，你就可以播放预览。跟住揿右上角，中意嘅话就可以直接导出去手机上簿，又或者去更多剪辑咧，揿入去就入到去故事模式。咁我觉得开头呢一段咧好似冇乜用喎，咁我停咗佢呢度，揿分开 ，cut 咗唔要依个部分，删除。一开始咧，佢就会转住嚟跑噶啦。搞掂，即刻去 IG 出翻个 story 先。呢度仲有好多360特效教学，睇完呢条片可以走去睇睇。讲另一个必须要学识嘅 app 功能之前，如果你觉得呢条教学片拍得唔错，希望你可以俾翻个 like 我。用我嘅 Insta360 官网专用购买链接买嘢都可以支持我继续拍片噶，多谢晒。好，我哋继续第十，为影片加入音乐。方法有两个，上部打开影片，向主选单揾音乐。按入去，向呢度你就可以加你需要嘅音乐啦。如果入咗去见到红色交叉，代表你冇上网嘅啫。呢个方法会为成条片加上音乐，唔可以分段分节加入。想玩得 fancy 啲，按剪辑，创建新故事，拣好你要剪嗰条片，选择完毕，首先 set 个 keyframe 先。之后按这个 icon 加入音乐，你就可以选择音乐的长短，甚至乎 cut 走音乐中间不要的部分。在
在开头那时候我不是说过拍片那时候最好用最高解像度的，其实是因为第十一学识什么是全景解像度。 X3 的 5.7K 解像度是全景360度画面的解像度，即是说整个波一共有 5.7K 解像度，将个波揿扁成为2:1比例，这里一共有5760×2880像素那么多。如果你集中看其中一部分，解像度就不会有 5.7K 那么高，通常连 4K 都不如的。因为玩360拍摄，我们通常会抽取全景画面其中一部分，再输出成为一条平面影片去用的，所以应该尽量用 5.7K 去影，去保持抽取的部分有一定的质素。就算最后输出全景影片都是用到 4K， 但用 5.7K 去影呢，玩平面影片那时候就会有优势了。好啦，讲了这么多必学的东西，以下这一点最重要。第十二，多带相机出去练习拍摄。大部分人喜欢玩器材，只有少部分的人真的会钻研的啫。由我频道的影片收的看量可以看得出，讲器材的片多人看很多的，但是这部怪鸡相机实在有太多变化，太多玩法，同一影片但是后制方法不同，效果都可以很不一样。所以买了新相机最重要学的就是习惯日日带它出去，什么都拍下。搭车的时候打开个手机 APP 试试用不同角度去输出画面，很快就可以熟习360相机了。看我的教学片会有少少帮助啦。我下次会讲 X3 机身操作指南，想看就记得订阅，出了新片就会通知你的啦。按这里可以看回这个教学的上一集。我是大男孩，没什么东西，我出发拍360先，下次见，拜拜。